今天我们帮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木质的瓦斯罐外罩要怎么使用。那它是有这个拉伸，有一点弹性，所以我们会用这样子，这边扣起来，它就会有这样的效果。所以你要打开的时候，也是着重在这个一个小的节点上面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实例的示范。它现在是有点紧的，扣不起来，所以我们就是稍微力量集中一下，你可以稍微双手握着按一下，拉伸一下，它是就超过了。超过之后呢，你就稍微给它们好平行的时候拉，扣着扣着扣着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好，那如果今天我们要拆开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稍微把它拉一下，记住这个节点，往下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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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扣就开了。这边还没开，稍微拉一下，往下按，按 ，OK， 这样就打开了。那会建议就是第一次扣上去之后，就让它这样子扣着保持住，放个几天，它就会伸缩度比较大一点，就比较好用。那未来你在使用前，你也可以在两面各用上自己的彩绘图案，或是喷涂上你喜欢的颜色，这样就很 OK 咯。